到美国纽约曼哈顿公园，突然出现一群饕客，他们是来自牧场的20只山羊。这些山羊肩负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吃掉入侵的杂草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李奕璇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